新北市的地区因为过年过寒流拄着落雪，唔那是减少避风害，行动的速度嘛较慢，所以今年茶品质真好。槟榔农会嘛推出了限定的雪包种，想要试看卖品种，应该伫个五二节期间参加新北好茶推广活动。今年年初受到寒流的影响，新北市中低海拔地区拢落雪，使茶叶因为温度低，影响生长速度较慢，和叶啊变较较高，而且滋味较好，因此有雪包种的名号。今年因为雪覆盖到我们整个茶产区，所以整个茶产量因为茶树生长缓慢，所以变成它大概减少了将近两成。不过茶的品质更好，那我们的价格并没有高很多，所以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，百年难得一见的好茶，欢迎各位来品尝来选购。槟榔区公所为了推广新北好茶，要伫五二节连续假期的时阵举办活动，除了会用啉到雪包粽，现场还佫有音乐会佮 DIY 体验课程，让民众伫咧放假的时阵有一个所在会当去。这次我们平林区举办了新北好茶整个系列活动，从六月九号到我们六月十二号，那一系列有相关的活动，有不论是我们雪包粽的试分享跟那个行销，或者相关的草地音乐节的活动，或者相关的推动的行销的所谓的整个比赛茶的颁奖活动系列，还有最后呢，跟我们地方在地的特色的轻旅游的结合，来整个完成这整个新北好茶。今年的雪包粽除了旧的包装以外，同时新北好茶还佮设计一款表面落雪的限量包装，想要买的民众会用敲电话到槟榔区农会询问。记者苏宏杰，新北市采访报道。